你没事吧？你是谁啊？我是长留弟子花千骨，你是媚儿吗？魏西姐姐一直到处找你呢。师姐，她……别说了，快跟我走，不然来不及了。走。 已经来不及了，悟空上仙，媚儿，快跑！悟空上仙，你收手吧，花千骨。 这不干你的事，媚儿到底做错了什么？你非要杀她？天理昭昭，云崖身为她的好友，她把她害死了，难道我不应该报仇吗？媚儿，身为韶白门弟子，无论做错了什么，自有门派来处理，你不能妄动私刑啊！悟空上仙，人孰能无过？你告诉过我，教化一个犯错的人。 比杀了他更重要，媚儿他已经接受了惩罚，他已经知道错了，求求你再给他一次机会吧。哼，我以前也是这么认为的。不过云崖死后，我就知道这一切都是大错特错。我原谅他，就能改变这一切吗？他改过自新，云崖就能活过来吗？这世界上有很多事情。 是无故攻！你叫什么名字？回上仙。 我叫云崖，好大的胆子，竟然行窃无垢宫！上仙息怒，我听说无垢宫藏着很多奇珍异宝，特别是有一串千眼琉璃罐，只要人戴上就能百病痊愈，就想着我要是能到来，我就可以救治很多穷苦看不起病的人。 带上他！我叫你带上他！上仙饶命，云崖知错了。云崖一生打架接受过9次，春宫4次，怕欠过人家钱的。 20次，只有1次吃霸王餐没有给钱，虽是痛，我从来没有做过任何伤天害理的事。上仙，上仙，不要杀我呀！你身上的伤好些了吗？我问你身上的伤好些了没？都说这千眼琉璃罐能治百病，一切都是道听途说。 其实这珠子根本就没有任何的功效。你现在戴上了它，伤并没有好，就是最好的证明。走吧。啊！我不想一句话说两遍。上仙，云崖入无垢宫行窃，还冲撞了上仙。云崖愿意留在无垢宫当差。
任劳任怨，报答上仙恩情。我不需要，我这里不缺弟子。啊！可是，我没有别处可去了。我一个人孤零零的到处漂泊，除了偷东西什么也不会。上仙行行好，收留收留我，给口饭吃就行，我什么活都能干的。 城主，到目前为止，还没有任何似黄金的消息。继续查找，不可能没有留下任何一点线索。注意一下当今各派的动向，如果谁的修为突然大增，立即前来禀报。是。 请喝茶。城主，这四荒经是什么呀？对不起，云崖不该多嘴。四荒经是连城无垢宫的传世秘籍，一共分为四卷，修炼它的人。 可以在短时间之内功力大增，且无反噬与伤害。哇，这么厉害！那岂不是人人都想得到？这随随便便一练就能成为高手，高手了？物极必反，所有的事情都是要付出代价的。修炼四荒经的代价就是人的寿命。修炼它的人，年龄不会超过40岁。所以，我严令弟子修行。 不料多年前，被四个黑衣人给偷走了。我一直在查找，至今全无下落。原来城主一直在为这件事情担忧。云雅，你来无垢宫多久了？回城主，差不多快有2年了。你记住，你在无垢宫可以乱说话。 可以做错事情，可以最大限度地做你的事情，但是绝对不能有非分之想。 喂，哎呀，来多长时间了，还这么毛毛躁躁的？快收拾，快赶紧收拾啊！城主小心！你这是干什么呀？
今时今日，各派有几个人能伤得了我？对啊，我一着急就给忘了。没关系，我先撑住一刀，这一刀就当是我还你的，好了。你的伤好些了吗？啊，好些了。那就好。我们以前有五个好朋友，子勋、谭凡、东华，还有子画。我们五个人一起在人间游历，斩妖除魔，也得罪过很多恶贯满盈的人。知道他们肯定会来向我们报仇的。刚开始的时候，我为了惩奸除恶，杀人的时候手下绝对不会留情，并不是因为我跟谭凡和东华他们一样嫉恶如仇，而是因为我根本不在乎那些人的死活。直到有一次，我随手放走了一个人，那个人改过自新，却在有一次我危难的时候出手相救。所以城主才一直救人，并给人以改过自新的机会。是。也不全是。对于子画、谭凡、东华、子勋他们来说，最难的是放下，而我却是拿起。有一天，你会明白的。早些休息吧。余牙，嗯，去把我的诗经拿过来。你的眼神石为什么一直在闪光啊？再求了，城主主意已定，下令主你出去，一生一世不得再踏足无垢宫半步。
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我说过，不许你再踏进吴狗宫半步。你是逼我杀了你吗？云雅这次来，只想要一个答案：云雅到底做错了什么？程程非要逐我出门，不管什么事，只要程主不喜欢，云雅都会改的。求求你，城主，不要赶云雅走啊！你死性不改，盗取千眼琉璃卦，我不能将你留在宫中了。什么？没有，没有，我怎么可能偷琉璃卦？城主，求求你相信我，我没有偷。云雅一直都喜欢城主。城主是这个世上对云雅最重要的人，云雅永远都不会背叛城主。求求你，求求你不要赶云雅走，求求你！够了，不要再说了。啊！城主，城主不要！属下有一件事情想禀报，云牙他。云牙他怎么了？弟子回报，云牙的焰生石今早发现已经灭了光，云牙他已经死了。原来。不是因为千眼琉璃卦，是因为生死劫。生死劫？什么是生死劫？生死劫是痛苦之劫，毁灭之劫。确切的来说，生死劫指的不是一个劫，而是一个人。一旦遇上，几乎是避无可避，最终都难逃疯癫成魔，身败名裂。没想到你的生死劫竟然是云雅，所以你才把他赶出吴狗宫。云雅这个傻瓜到死都以为是自己的错，其实错的就是你。明明看到
到几个男人进来了，怎么不见了呢？师傅去哪儿了？在这练功，收留你，谢谢你梅儿。吴公公就跟我的家一样，我生是吴公公的人，死是吴公公的鬼。那你现在打算怎么办啊？千眼琉璃挂丢了，城主他误会是被我偷了。我相信只要我能找到，就一定能还我清白。到时候我就能回到吴公公，回到城主身边了。什么？你要去找千眼琉璃卦？这得上哪儿去找啊？就算把整个世界翻过来，我也一定要找到。韵雅，你说千眼琉璃卦和四荒经哪个更重要？我也不知道，可能是四荒经吧。我有四荒经的下落，你想不想知道？啊，真的吗？如果能找到四荒经，就能将功抵过，城主说不定会原谅我的。妹儿，快告诉我。我观察过了，四荒经一共分为四卷，分别在我师父和另外三派掌门手里。你师父？就算我们联手，也不是他们其中任何一个人的对手。唯一的办法，我去把他偷过来。
不过现在看来，我是没办法再回到五勾宫了。媚儿，你一定要帮我把这个交给城主啊，求他原谅我。云雅，你醒醒啊！云雅，云雅，云雅，我是对不起云雅，出于私欲，鼓动他盗取四荒经，却又经不住诱惑，没能遵守承诺，留下四荒经私自修炼。但是你，无垢上仙。你就真的一点错都没有吗？什么千眼琉璃瓜，玉牙到死都不明白，那只不过是你赶他出门的借口罢了。你为了你自己抛弃了云雅，玉牙却为了帮你寻回四荒经牺牲了自己。你才是真正害死云雅的人，不是师父他们，也不是我，是你。媚儿，住嘴。媚儿，媚儿，媚儿，你为何要如此故意出言激他杀你？反正我也逃不了了，我不要再落到他手里，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，不如来个痛快。玉雅，我来陪你了，你等等我。媚儿，媚儿，媚儿，媚儿。你还要继续杀下去吗？不，还有最后一个人，一切就结束了。你以为你这么容易跟踪我呀？原来你是故意把我引到这里来。其实你最后一个想杀的人是我。你猜得对，不愧是子画的徒弟。不过现在子画已经救不了你了。子勋，你不问问我为何会来这儿？我去见过谭凡，又来见吴垢。我本来是要跟他们道别的，因为我已经下定决心，无论如何都要杀了花千骨。大不了一命偿一命，你再把我杀了便是。至少你还能好好的活着，不是吗？可是吴垢他不许。他知道原因后，说要帮我动手。小姑，那样你就不会怪罪我。那么至少，你我之间还有几分余地。我真傻，抱着那一丝希望和幻想，就真的答应了他。
可是我回去之后，总是睡不安心，总是想到以前，你从来都不在意我。谭凡生性粗犷，东华心中只有大义，反而是吴垢。他是我们五个人之中最安静的那一个，总是默默地保护着每一个人，也保护着我。我突然觉得自己好自私。所以我来就是想告诉你，就算吴垢杀了花千骨，也请你不要误会怪罪于他，因为这一切都是我的主意。你要报仇，尽管冲我一个人来好了。你放弃吧，吴垢现在已经去查花千骨了，一切都来不及了。花千骨这次必死无疑。不要此话，你会遭到反噬的。白子画就唯一你这么一个徒弟，其实我也不想杀你，要怪就怪你自己。为什么？你杀别人是为了给云崖报仇，那你杀我仅仅只是为了灭口吗？灭口？哼，在谭凡给药的那一刹那，子画就明白了这一切的事情的真相。我灭你的口有这个必要吗？何首当鬼，原来谭凡上仙选择什么都不说，他是在用自己的方式告诉你要回头是岸。回头？我又没错，何必回头？那我呢？我又做错了什么？花千骨，你必须死，你的存在就是个错误。小谷，师父，看来我还是低估你了，居然这么快就破了我的结界。你为何要杀我徒儿？你说为何？既然你动不了手，就由我来斩断你的生死劫。你狠心将云崖赶走，难道生死劫就解了吗？你看你现在这样，你已经走火入魔了。就是因为我醒悟得太晚，如果要是我早一点察觉到云崖这一切，我早就把他给杀了，就不会有今天的事情。云崖没有错，身为你的生死劫也没有错，错的是你。你最大的错就是对他动了心。子画，你敢对天发誓你就没对他动过半点心吗？没有。
原来这个世上还有比我更自欺欺人的人。子画，当你第一天见到这个女孩开始，你就知道她是你此生的生死劫。你不仅把她带在身边，而且还收她为徒。我是应该笑你傻呢，还是太过狂妄自负？子画，杀了她，不然你的结果会比我惨千倍万倍。既然改变不了，就应该接受。我就不相信我没有能力改变。我拼了命的要杀他，你拼了命的要阻拦，但结果是两败俱伤。看来今天我是杀不了你的徒儿了。你杀了那么多人，是不是应该给各大门派一个交代？你放心，我这次不会再逃了，我一定会给各门派一个交代。你们走吧。这又是何苦呢？也一样害死了子画。子画，我绝不能眼睁睁看着你万劫不复，也不会让无垢白死。干杯，干杯，干杯。看到你最好的朋友死去，你心里一定很难过吧？事到如今，也许只有死才是他最好的归宿。他错了，就应该受到惩罚，不是吗？如果这真的是你想要的，那么恭喜你，你终于成功了。你错了，这只是刚刚开始。你真的想令天下大乱吗？你真的想让花千骨知道你是谁吗？
我只知道我要报仇，其他的我什么都不管。你放下吧，是我的错，我求你杀了我吧，原谅其他人。不可能，你的命在我的手里，我不会让你这么轻易就死的。请不吝